哎呀，有缘就是朋友嘛，彼此彼此啊。大人，坐。不瞒您说，我在沈府谋事多年，嫉妒倒谈不上，他对我不好，我心里自然生恨。你急什么呀？有本官在，谁敢告你？谁敢抓你呀？大人，我这辈子就跟着您了，就仰仗您扶持我了。好，你呢就一心一意的跟着我干。姓沈的能给你多少啊？本官三倍给你。大人，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你有什么事儿吩咐小人，小人在所不辞。哎呀，有件事我倒是想问问你，沈家大小姐在吗？在。哎呀，不瞒你说呀，我好像喜欢上这姑娘。这丫头蛮横无理，从来不正眼看我们林下人，而且还倔得很呢。我喜欢这样的姑娘，冷冰冰的，本官不感兴趣。越是难弄到手的姑娘，我还越是喜欢。大人，那您什么时候办老沈呢？不急，如果把他们一家子逼急了，我是怕沈姑娘就彻底不理我了。可是万一……哎呀，你急什么？有本官在，还有台爷在，在这个地界儿，谁能又把你怎么样呢？大人，这我就放心了。有机会嘛，我一定去混混沈家的大小姐呀、到那个时候，她要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咱们再动手也不迟吗？大人，就按您说的这么办。呵，哎呦呦，你先回去吧。大人，小人告辞了。小人告辞了。哎，别磨磨唧唧的，快点好不好？快点，快点。停，停停，落轿，落轿。对，把那小子给我叫住。哎，算你了，过来，过来。干嘛？我又没犯法。犯法？犯法抓起你来了，过来。哎呀，怎么，不认识本官了？姚仲廷？不是冤家不聚头啊。哎，你和俄国人勾结在一起，倒腾那些贡塔的塔皮，都弄哪儿去了？不是你让俄国人给弄去的吗？哎呀哎呀，我说，你怎么能敢诬陷本老爷呢？来呀，来，看住，看住他，搜索他身上，看看有没有倒腾塔皮那些银子，好好搜。大人啊，这是个状子，告您的，给您列举了三大罪状。我看看啊，好啊，哈哈，江大民呐、江大民，你胆子越来越大了啊，敢诬告本官，来呀、替本官给拿下，拿下！别动！呀、都别动，先给我杀了！你这是劫持朝廷的命官，你想造反呐？别说话，你个狗官，你把一千多张塔皮都卖给俄国人，这是杀头的死罪！如果闪开，我带他去见官。好，那咱们就去道台府评理啊！都闪开，走、快去道台府，快！别动啊，都别动，跟上！大明兄弟，都给我闪开！大人，走！告诉道台大人，申堂，快快！不用过来，不用过来，不用过来，过来！走！哎呀，别过来呀！再过来，我杀了他！走！大半
刁民，公堂之上竟敢携带武器，把他下了。滚！来者所谓何事啊？如实道来。大人，这个刁民私吞皇差，现在要嫁祸于下官，请大人速速把他拿下。大人，我没有啊，大人，我是来告状的，不要听他胡说八道。大人，我有证据。姚大人平身，赐座。谢大人。说吧，你劫持朝廷命官，所为何事啊？大人，我要告他，我有状纸。就凭你这一纸文字，就能让本道台相信你个刁民的话吗？大人，这上面写的句句都是实话，绝无半点虚言。大人明鉴呢，大人。哼，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必须要如实招来。如果再胡言乱语，我绝不轻饶你。说吧，你是不是私吞了皇差，又想嫁祸于姚知县呢？大人，没有啊，没有，这都是他干的，都是姚仲廷干的呀，大人，他呀，大人，大人，竟敢胡说八道！大人高见呐，这个刁民图谋造反，现在就请大人发落了。怎么，不想与本官一起处置这个刁民了吗？回大人的话呀，下官正在办差，半路上遇见了这小子，现在大人来发落，那下官就接着办差去了。那好吧，你去忙去吧。谢大人。嘿，大人，你不能放他，大人，他是个坏人，大人，大人，你不能放他。狼家坏人，大人，大人，大人，听我说，大人，你不能撞我，大人，大人，你不能把他眼睛压进县衙大牢。大人，你不能撞我！大人，姚仲廷才是坏人呢！大人，大人，大人，姚仲廷私吞皇差，真想判杀头的死罪呀！把他带走！大人，大人，大人，你不能撞我！我是来告状的！大人，大人，明天我就要杀你的头！我是来告状的！你放开我，饶了我！哎呀，放开我！我不，老实点。我是被冤枉的，放我出去！哎，大哥，放我出去，别死我们！哎，我是被冤枉的，放我出去！姚仲廷，你不能好死！姚仲廷，好，沈小姐，沈小姐，沈小姐啊，本官有要事相告。特地登门拜访啊。干嘛呀？能否赏光跟我到县衙一叙啊？本小姐没空。那就到府上一叙也可。我都说了我没空。不，沈小姐，不是沈小姐，哎，沈小姐，沈小姐，老爷，咱还进去吗？人都走了还进去干嘛啊？被叫回府。被叫。哎，你慢点。真糊涂，一个道台和那个姚仲廷是一伙。掌柜的，那天都这么晚了，那达明咋还没回来呀？是啊，怎么还没回来呢？这个往日啊，他早该回来了。掌柜的，你说那武大人家离这远吗？嗯，挺远的。哦，木良。哎，爹，来。你呀，赶紧上武大人那打听打听，
看达明他怎么还没回来呢？哎，那我这就去。那我也去。哎，嫂子，你留下，外边天冷，就在家等着吧。啊，吴大人，吴大人。哦，木良，哎，你过来，来，来，坐。这么晚找我有事儿？吴大人，我是来找达明哥的。达明，他没来过呀？不对呀、啊，我爹说他一早就拿着状子来见您了。不可能，整个白天我都在这里做水杆菌的实验呢，没见过他呀。可是，他一整天都没回去啊，他会不会回家了？不可能。今天乌吉大婶儿一直都在修德堂待着，她不可能回家呀、啊。糟了，先生，难道是俄国人动手了？俄国人为什么抓达明哥呀？跟他身体有关。哎，我们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能说是俄国人做的。先生，达明来这时间不长，又没有什么仇家，不是俄国人是谁呀、啊？这样吧，打个电话给穆巡长，叫他找人。好。你回去跟你爸说，不要担心，一有消息我马上通知你啊。嗯，好。哎，电话铃都响成这样了，咋不接电话呢？最他妈烦晚上来事儿，外边天儿冷了。哎，行，接电话去，让我睡会儿。哎，小子，接个电话能死的。喂，警察局，找谁？谁？穆大人，他不在，回家了。有啥事儿你就说吧。什么？找人？我这不是大半夜的，你让我上哪儿给你找人去？明天帮你找。不行，我说，你他妈算老几呀？你说不行就不行。谁？总医官武大人。哎，您说，您说，我这记着呢。好，好，我这就去找洪巡长来。哎，你放心。是总医官武大人，啊！武大人说，他的一名翻译被俄国人绑架了。那你差点误了大事儿，我哪知道是武大人来的？快走吧！不对呀、啊，这两天天天我替你值班，你干啥去了？我告诉你啊，今天这事儿如果误事了，你别往身上赖啊！我告诉你，不要身赖。也行了，别磨蹭了，赶快去找穆巡长吧。快点，快点，快点！干啥玩意儿啊？穿衣服啊！吓死我了！快点，快点！爹，爹，怎么样？达明哥没在武大人那儿。哟，那说他去哪儿了没有？武大人怀疑达明哥被俄国人绑架了。那俄国人绑架达明干啥呀？秀掌柜的，那达明要有个三长两短的，那我活着还有啥意思了？婶子，您先别急，武大人已经派穆巡长去找达明哥了，达明哥不会有事的。哎，嫂子，这就不用担心了，有武大人在啊，达明绝对不会出事。木良，赶快陪你婶子进屋歇着啊！哎，快去快去，婶子，咱先过去吧。没事的，婶子。Успокойся. Успокойся. Я не собираюсь причинять тебе боль. Ничего плохого не случится. Отведите его в палату для инфекционных. Доктор, сегодня еще два пациента скончалось.
Если честно, ваше лечение только усугубляет состояние больных. В развитии науки требуются жертвы, так же, как и в медицине. 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я найду вакцину против чумы, все забудут, сколько людей погибло сегодня. Хорошо, наблюдайте за этим больным, и если что-то произойдет, то сразу сообщите мне. Я поняла.先生，这穆局长怎么还不来呀？我们不等了，去找普林诺夫吧。好。Профессор, к вам пришел главврач от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Чин. Улинде? Уже так поздно, чего он хочет? Не знаю. Он просил передать, что это очень срочно. Наверное, у него тоже есть вопросы, которые он сам не может решить. Пусть заходит. Хорошо. О, hello, Mr. Wu, we are meeting again. Sit down, please. Thank you. So busy as you come here. I'm very surprised. So sorry for disturbing you. Have you heard a guy whose name Jiang Daming? Jiang Daming? Yes. You 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干什么？你们绑架了我们大清的国民！我要来救人。不可能，我们只是议员，不是土匪窝。是不是土匪窝？得等我搜查完了再说。你们不要乱来。你们中国人不可以在这里糊弄。妈的，老子让你知道知道什么是中国人。开两枪吓唬吓唬他们。别动，总他妈老毙了你。哦，черт，что случилось？ Что хотят эти китайские полицейские？ 先生，是穆德惠他们带人来了。你赶紧下去阻止他，人没找到之前不能弄出人命。好。穆局长，别乱来！别乱来，先生在上面。武大人在上面。在院长室，先生说了，有话好好说。达明还没找到，千万别乱来。先生，请你上去说话。知道了。张俊、李桂祥，跟我上去，其他人都守在这儿。是。你们别动我。大人，大人，我一听到消息我就赶来了。达明是被他们绑架了是吧？是这样的，达明答应我今天送给我一个状子，但是等了半天都没见着人，所以我怀疑会不会跟这个医院有关系。没事，我把人都带来了，我搜一下。Что вы хотели? Это наша территория. Такие дикари, как вы, не имеют права сюда заходить. 你嘟噜嘟噜说他们什么的？来来来，公平，我今天非得搜，把所有武器搜起来。Лида, ты пришла? У нас здесь, кажется, недоразумение. Помоги нам поговорить. 他说什么？院长说你们有误会。Вы говорите, что Дзян Тамин исчез? У вас есть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а, что это мы его похитили?哥，哥，快点！哎，你看什么看呢？坐下。我饿了，有吃的吗？吃？你让你家人送点钱来。你就有的吃，啥？吃饭还得要钱？那是当然。如果你送个500两，你就可以直接出去。我花钱就能直接出去？这他妈叫什么王法？那管你鸟事啊！
再敢胡说八道，道台大人立刻就让你人头落地。要是让武大人知道，你们就等着吧。武大人？哪个武大人？你少在这吓唬人，你就在这里等死吧。我们没有说死是他，只是让我们搜查一下，也可以洗他的清白。Они хотят обыскать больницу. Ерунда! По придуманному обвинению вы хотите устроить здесь обыск? В конце концов, я здесь директор. 我们的院长不让你们查。他不让我查，就说明他心中有鬼。Но они настаивают на обыске. Что? Мне кажется, больше не о чем говорить. Можете уходить. Проводите, проводите. 再给我来，我砸了你这个地方！先生，我知道这解医院也有个地下室，我带你们去看看。好，麻烦你带路。Лида, что вы делаете? Что вы хотите? Я директор, я не позволю. 兄弟，别跟着我了，走。你是村里面人？喂，认什么招？你才是野蛮人呢！回去。Проклятие! Проклятие! 你们全都出去，在外头等我。哎，小心点，先生。就在前面。不是江大明，啊。Are you satisfied？ Вы ответите за сегодняшний поступок？ Наступит день, когда вы ответите за случившееся。姚大人，听说您受了惊吓，小人忐忑不安，特来探望，一点意思不成敬意。哦，李账房，坐吧。什么事儿啊？大人，什么时候办老审呢？这个嘛，本官自有安排。小人认为，明天的时机最好。为什么呀？明天啊，所有的富商都聚集在沈会长的门下，到时候你现场把沈会长拿下，揭露他贪污防疫款的罪行，把他的会长一拿下，沈小姐没了依靠，到时候您不是想怎么着就这么着。没想到你这心够足的呀。啊，那好，明天有时动手。先生，我们都已经仔细找过了，看来这普里诺夫真的没有绑架达明。八个八子，不是他还能是谁呀？人家达明又没什么仇家，问题咱们现在就是没证据，没法办他。能不能这样，把达明的资料贴个告示，放满全城，看看老百姓能不能提供什么线索？嗯，看来也只能这样。我后边再加上。凡主动告诉踪迹者，给重赏。这年月你要不给点赏赐，没人关心别人的事儿。行，就这么办吧。好，我这就去办去。穆厅长辛苦了。嗯、啊。先生，那丽丽医生怎么办啊？他现在已经被普里诺夫解雇了。如果他愿意的话，我是非常非常乐意让他参与我们的翻译工作。真的？那单生意做成了吧？托您的福，做成了。各位，出事了！出大事了！出什么事了？今天
进入咱们黄豆和小麦的英州和丹麦几个客商都来退货了。合同不是已经签了吗？合同是签了，认可拿违约金也不买了。就算是认同违约，那总得说出个理由吧。他们说哈尔滨鼠疫闹这么凶，咱们的黄豆和小麦上携带着鼠疫杆菌，欧洲人也怕死啊。那么日本人购买的那批黄豆呢？他们昨天半夜连续打夜的装车运到南马去了。那咱们那还有多少啊？在江边码头有800多吨，在火车站货场有600多吨。这1500多吨粮食要是这一下子握在手里，咱们都得倾家荡产呐。哈尔滨的鼠疫闹了快一个月了，我们的粮食也卖出去好几批了，怎么从来没有这种说法啊？为什么日本人偏偏把他们购买的黄豆运走了以后才出现了这种说法？就在我来的方才，那个山武株式会社的社长熊本就找我，说是要一半的价钱买我们卖不出去的粮食。这是趁火打劫，那到时候他们就不怕这鼠疫杆菌吗？他们说日本科学家有办法能消除大豆上的鼠疫杆菌。爹，各位叔叔伯伯，饭菜准备好了。哼，我看这个事儿挺蹊跷，咱们得问个明白人。走，我们去找武大人问个明白。对对对，老爷，不好了，姚知县带着兵把咱们家包围了。为什么呀？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呀？我们没有做什么犯法的事情吗？对呀，就是这个姓姚的，上次在门口就拦了我的车，现在又跑到我们家里来撒野，他凭什么这么专横？凭的是朝廷的王法呀！啊，沈小姐，今天登门你居然在家，看来咱们真是缘分不浅喽。姚大人，请你放尊重点，请问我是什么人，犯了哪条国法不规，你派兵包围我家？诸位都应该是本府的富商巨贾，这滨江道的商会会长也是你们推举出来的吧？是我们共同推选出来的。沈会长一向为大家专心办事，我们信得过他。你呢？我当然也信得过他。好，要是他做了伤天害理违背你们利益的事情，你们还信得过他吗？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休得蛊惑煽动。请问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我沈某人干了伤天害理的事情啊？姓姚的，我爹为人正直，不许你污蔑他。沈太太，能否借一步说话？有什么话就在这说吧。万万不可呀，本官呢要说的是关于你爹的事情。好啊，走。雪莲，爹你放心，我看他能耍什么花样，我倒要听听他能编出什么谎话来。走。你先出去一下。有什么话你直说吧。小姐，此次登门实在是无奈，乃上旨下派，我不得不为呀。本官确实握有你父亲贪赃的罪证，要是弄不好，那你父亲会有牢狱之灾呀。你胡说，我看你今天是有什么别的事儿吧。既然小姐下问了，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吧。自打那天遇见小姐，我就辗转反侧，几乎夜不能眠。假若小姐能够许配给我，那我一定将令尊之事化险为夷，今生你也有了靠山，你我二人。哦，你是让我嫁给你对吗？正是啊，不知小姐是何意啊。这就是我的回答。
丫头，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我问你，我们家到底犯了哪条王法？你这样无理对待，想必你就是沈家夫人。正是，你说呀，我们到底犯了哪条王法？既然沈夫人这么追问，那我就不妨实说了吧。沈某人私自截留了防疫款，其罪不赦。你这一说，我才明白，原来我的罪名是截留防疫款。请问，证据何在？证据？哎呀，那好吧，我就当着大伙儿的面说了。哦，对，沈小姐，你也听好了。沈会长，此次防疫款你一共收了多少两银子啊？5207两。交给道台多少呢？尚未交送。余下的银子呢？按照武大人的旨意，把一半银两送交了俄国医院，剩下的一半你就私自截留了，对吧？留下银两用到哪里，我们都知道。沈会长并没有私留。对，我相信他沈会长不会干这种缺德的勾当。但是，沈某的案子那是道台大人交办的重案，本官是不敢怠慢的。为此，我决定将沈会长收监关押，查清楚之后自然会放了你。不用查，我们告诉你下落。余下的钱为朝廷防疫总医官武连德大人租了一处办公和住宿的楼房，这完全是用于防疫，这是我们大家同意的。对对对对，是这样吗？沈会长，你可以去问武大人吧。对，应该去问问武大人。哎呀，可惜今日天色已晚啊，要问要查也得明天，对吧？本官为了秉公办案，今晚就要将你收监看押。你还有你这，沈小姐，你呢？侮辱殴打朝廷的命官，我将依法治你此等乱民重罪。慢着，我问你，你身为七品县令，也算是民之父母，可如今哈尔滨瘟疫横行，百姓死伤无数，你到底干了什么正经事？你对得起哈尔滨的老百姓吗？哎呀，沈夫人，你问得太好了呀！查清防疫款，那就是为百姓做主；抓捕乱民，那就是防疫之大事啊！押走。是。你们，秀莲，放上啊！秀莲，老爷。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千万别着急，千万别着急，大家想办法，大家想办法。天明，这可怎么办呢？不要着急，我的秀莲，江达明。满洲里人士，现大清总医官通事，于昨日在本地走失，有知情者请向本地警察局报案，提供线索属实者赏白银50两。这真的假的呀？当官的也能走失？哎呀，这一个通事就能值50两呢？这谁知道啊？哎，这个人他不是涂之林挟持县令那个吗？你看，那他不是被道台抓起来了吗？说是诬告县太爷。你可别逗了，人家是个当官的，你们见过当官的抓当官的呀？就是、是不是啊？你看看那白银50两啊！咱俩就去说一声，那赏金咱哥俩一人一半。再说，咱们去的是警察局，那又不是道台府。他知道谁说的，是不是？也是50两的哈。
那俺也跟你们一块去呗。你走啥？我回家。50两，回家。50两，50两的哈。邱掌柜，你倒是说句话呀！你倒是说句话呀！武大人去过俄国人那儿，没找到大明。那大明到底去哪儿了？嫂子，别着急啊！武大人呢，已经派人在全城在找大明呢。再等等啊，很快会有消息的。你说，那武大人真的会去找大明啊？我咋不信呢？那当官的，他能管咱老百姓的事儿？怎么不会管呢？那武大人要不是为了老百姓，他干嘛一个南方人千里迢迢的到哈尔滨呢？嫂子，我就直说了吧，你呀，就是对武大人有偏见。啊，好，我知道了，那咱们回去吧。我们走，我们走。喂，哦，局长啊，我是穆德惠，好，我去接，好。喂，武大人嘛，两位老乡来举报，江达明是被姚仲廷绑架到县衙大牢。好，你先去，我随后就到。好，谢谢您。怎么样，先生，有消息了吗？不是讲说，已经查到了，达明被关在县衙大牢。达明怎么可能被关进县衙大牢啊？我也不知道，反正现在他在姚仲廷的手上，我们马上过去救他。好。来呀，把沈家妇女给我押上来。本官虽为区区县令，但却掌握着生杀大权。怎么样啊，沈会长，你家财万贯，交上3000两银子作为抵押，我就可以放你回去等候发落。哟，看来我要解这一夜的牢狱之灾，得花上3000两银子，也忒贵了些吧。哎呀，老家伙，你是不愿意呀？好，把他押起来。是是。哎，爹。好，等等，先别押到大牢，押到另外一间屋子。要不今天晚上，万一他变成了我的岳丈，岂不是亏待了老家伙啊？押在这儿。爹，走，走。爹。沈小姐啊。哎呀，委屈你喽！今天晚上只要你从了我，我立刻放了你爹。狗官，你别高兴太早，我忘了告诉你了，告你的状子已经递给武大人了，你就等着坐大牢吧。状子？什么状子？告你的3大罪状，我亲自写的。是不是有一条说本官私吞了皇差啊？你也知道啊，你做贼心虚了吧你？难道你也认识江达明吗？啊，是不是你让他递的状子呀？啊，你怎么知道？这就是缘分呐。不妨告诉你，他现在就在我这儿，我现在就可以带你去看看他。来呀，在，带他进大牢。走，走，走！放开我！苏莲，苏莲，苏莲！大明，你怎么在这儿？状子呢？有没有给武大人？我被那狗官给抓起来了，状子让头台给撕了。你这个笨蛋！我让你小心，让你小心！
呦，嘛呢？啊，大情骂俏啊！哎，状子没递上去，这说明老天有眼，说明你们的奸计没得逞。老天有眼，老天有眼就应该劈死你！过了今天晚上，你就不会说这话了。呸！嘿，要不然你就会成为寡妇了。啊，冯飘，你说什么？你在胡说！我扇你嘴！飘，难道你也喜欢沈小姐不成？你要敢碰她，我杀了你！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杀了我。来人呐！大人，有何吩咐？把那个牢门给我打开。是。冯飘，你要干什么？我呀。我要和沈小姐同床。来，姐姐，坐。达明，坐。达明，你要干什么？达明，姚仲平，我杀了你！放开我！不会打扰你睡觉吧？啊！我杀了你，姚仲平！我杀了你！我杀了你！求求你放我出去！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放进来！杀了你，救命！救命！钦差大人在此，违令者斩！妈的，拿着，跑了他！穆德惠听令，在。我命你立即接任傅家店县令之职，上任的首要使命是全力协助武大人做好防疫这件大事。站住！给我站住！